接下来哈，你们看到这一块哈，这一块就是，这是国建署的标的范本，对不对？标题好，来作者两个，然后他打底线的代表是通讯作者啊，通讯作者就是有事情找他联络，投稿人就是这个人。好 ，OK 啊，这个呢就是我指导老，不是我说班大学班导师啊，你看到现在还在冒用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我们在外面表现的时候，他们老师都在看。不见得随时随地电话联络或 LINE 联络，但是他们都在看我们自己毕业生出去，因为毕业生表现好代表他教得好。很多老师不知道你的表现是别人在看你是哪一间学校毕业。很多人我听我们学生讲过很难听的话，很难听的话哈。好，那我在讲，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是台大毕业的，我是不是拿出对应的水准跟修养出来？至少目前为止，我在学生面前不会让人家批评说这种人是台大毕业的丢脸。但我这样常批评我一些同事啊，不录影了，不录。来这边，这边啊，来这边的话，这边你们发现这边的一是写在他的右上方，后面一二写在右上方，这边的一单位的一是写在前面左上方，单位的左上方。哦，有没有感觉？好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就知道说哦，我的班导师黄老师的话，他是二号单位，他也是一号单位。那这一个人他是一号单位，所以他可能是研究生或是合作的人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开始有这一段，这边就不分段，有没有？因此，本研究初判为什么什么，这边就是结论。好，来，那我们顺便往下看了英文范例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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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。一号作者，二号作者，有没有看到数字一、一二？所以现在你看完之后，你回去看的英文论文，大概就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在台大读硕士，我在康奈读博士，没有一个老师教过我。我们正规读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在大四，你们是大二的课。啊，讲完你现在，因为现在有压力，如果你现在只想着其他的事情，你不会听进去，因为你现在有压力，你听进去，对不对？我讲一次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现在录影一次不就解决了吗？好，来，那这边有这一块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束之后有 keywords 在这边，哎，不分段，所以我们的摘要会分段是在这个地方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那个这边也看到一个地方哈，这个不应该讲，但是你听完当作不知道啊、哦。那个 Providence University， 这个叫谁？你知道吗？台中，对，静宜大学。为什么叫静宜大学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字。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哈。台湾没有加 ROC， 哎，好，这个呢，台中龙总，好，有这一块，台湾没有 ROC， 哎，这有些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人政治属性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这个地方。政治属性得看政治。现在不用，现在从台湾情况变了，我们当年在看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有没有发现一个范本就可以看出很多资料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再让一。二一，好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写打底线，我就不知道哈。一般而言，他可能排最后的或者打星号的，有可能是通讯作者。那通讯作者不一定要有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，可以没有第一，也放第一就第一作者嘛啊、哦。他就没有写谁是通讯作者，他一般他会写在下面去。好，来，那同样的情况，来回到刚才那边英文论文。英文论文，对，好，来慢慢滚，慢慢滚，来，好，来，我们刚才举一反三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是超连结的底线。好，那谁是通讯作者？通讯作者有星号的。哎，是的。好，那你就把画面放大一点点。好，来这边的话呢，我快速跟你讲一下啊、哦，来这边哈、哦，来第一作者，通讯作者，第三最后的作者。好，来，那我以前那个，我一直以为。指导教授放最后一个，我一直以为，因为我读很多日本论文，就是最后一个然后打一个星号。后来我一个老师，他叫 Terry Acree， 他说这个东西你到时候你放最后的作者，最不重要的作者。我本来第一个听到我还以为说、啊、你要放通讯作者吗？不会吧，那是 Thomas 吧？后来 the less important， 他放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但是如果是放在这个位置要打一个星号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老大。OK， 好，来这边，好，来这边作者的资讯，你点进来。点进去就会看到他，来慢慢往下滚，慢慢往下滚哈。他会哎、欸，作者，那算了，往回走，往回。
它会有一个 affiliation 或者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它会有作者的地方。Affiliation 是什么？ Affiliation 就是所属机构。我在开南大学教书，我所属机构是这边。那如果我同时间是在某某地方兼任老师，跟那有关系，我就把它写上去。好 ，copyright 就是这边，这个很多人不注重，因为它是开放式授权。对 ，Switzerland 那自从我听完那个老师念过一次德文版的那个，我就改不过来了。错了 ，W 在德文念 V 的音，哎、欸，是 Volkswagen 呢？不是 W 是 V 的音，然后德文的 V 念 F 的音，就以英文为主的话，好 ，Volkswagen， how do you pronounce Switzerland in German？ 因为他是匈牙利人，然后他在那个瑞士拿博士，我记得他念 Switzerland， 很好玩。对，我不晓得，我很喜欢跟他们互动，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那其他留学生怎么过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都过自己的生活啊、哦。好，他是 CC 超用 CC by。对 ，OK， 所以 OK， 好来，所以这边的话，大概作者就是这个地方。好来，那这边 author information 没有东西，这里 correspondence 这个字要记，我们讲通讯 correspondence， 就是通讯就联络他，然后这是他的那个电话，台湾是加886，好，然后不同国家不同国码嘛，有两码有三码的，他是加一我就不晓得，可是瑞士嘛哦。Nutrition study， 不是，美国都美国啊。一二三，是他们机构的。这个是迈阿密吧？我记得 MI 是迈阿密，华盛顿特区 ，Virginia， 维吉尼亚。对，一般而言，只有通讯作者会列出来，其他不用列。一般而言的话，但是跟我合作的，我一定全部都列。这是我个人习惯，好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。